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啦，那你们可以看到呢，我现在已经不在清华的宿舍了。那主要就是呢，我已经和我女朋友一起同居啦。我们在北京朝阳区这边呢，租了一个这样一个小 loft。那现在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这个小家。那首先呢，这里就是我的健身区啦。你看到后面垫住片，我的深蹲架。然后这里呢，就是我的硬拉台啦。然后呢，这里有好多那些电器。这里就是我们的厨房啦，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战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商量好了，现在的话呢，主要就是我来做饭，然后他就会来收拾和洗碗，分工合作，哈哈。然后下面那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厨房，变成一个小投影棚，我们经常会一起追剧之类的。然后哒哒哒哒，这里一个长长的桌子，还有好多发光的地方，就是我和我女朋友一起努力奋斗的地方啦。主要呢，就是她今年年尾打算要考研嘛，然后刚好她的专业课就是有那个大学物理和量子力学，正巧我可以辅导她了，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很努力一起在这边学习啦。所以呢，今天就打算带各位在我的这个新家那边度过一个平凡的一天啦。那我现在其实主要就在忙我的毕设，之前有看我视频都知道。那我现在在忙了这个小行星防御的这个结果都已经做出来了啦，这个是我的最佳的发射窗口，一个三维图形都已经做出来的，然后我的这一个碰撞模型呢也做出来的，上周组会呢也汇报了一下，然后导师啊还有学长们都给了我还挺不错的肯定，所以我现在的任务最主要就是要写我的这个毕业论文啊，所以想要努力点争取看能不能拿到这个优秀毕业论文，哈哈。不过值得可以和各位分享一个很开心的喜讯，就是呢我的这个高精度轨道模型搭建完了嘛，然后也被我学长引用，并且已经发布在了 IAA， 就是我们每两年呢都会举办一次这个小行星防御的一个会议了，在维也纳联合国的那个总部那边开会。所以我的学长也让我以第四作者的名义，你看，这是我的名字，发在了这个 IAA 或者这个会议论文上面啊。哦，真的是挺开心的，看见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够被肯定。那几周前呢，我的学长也刚刚从维也纳联合国总部那边开完会回来，哇，真的是羡慕我了，希望以后有那个机会能够出席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好的努力。我这一段我写的描绘的很fuck， 我觉得那语我很辛苦去叙述了这个中文，就这一段吗？对，这一段语，或者说哦，大约于引发通古斯、哦、不于引发通古斯大爆炸事件的小行星。唉，外国人总是在写这些中文的论文的时候会有很多语病，然后总是在一些要叙述的段落的时候我感到很痛苦，我这一段写的时候总感觉读来很乱，我就会经常让我女朋友帮我改一下我的语句，哈哈。唉，外国人真的太难了。那我和我女朋友也拍了一期我们外国人去测试这个普通话考试的一期视频，过程真的是笑爆我们的，太好笑了。说实话我的这个口音啊，我的这样发音肯定会挂科了，各位觉得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普通话的这一个口音零到一百分，你们给我打几分，弹幕让我知道一下，哈哈哈哈。各位期待吧，之后我可以发这一期视频，真的很搞笑。没问，但你这里少了主语，就是谁不会被处罚？谁不会被处罚 ？It， 你有写 it 吗？哦，应该加 it 是吧？对，你少了主语了。对，但挺好了，没问题啊，很好啊。
哦，好了，那我也刚刚结束了今天的训练呢，也冲了这个增肌粉喝。那充实自律人生呢，运动也是绝对不能少的，所以各位在努力学习的之余呢，也别忘了好好的锻炼锻炼。那我在清华健身房嘛，其实也遇到了挺多的粉丝的。虽然说我现在有自己私人的这些健身器材，但我偶尔还是会回去。那我偶尔还是会回去和我朋友锻炼锻炼。那我遇到这些粉丝的时候呢，他们给我第一个反应都是，哇，你壮了好多。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很爽，听到这个称赞，哇，这一年多不到两年了，一年半的时间的努力有回报了。那我现在练这个力量举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嘛，真的这种看着自己慢慢在进步感觉真的太爽了。比如说深蹲，我之前只能蹲一下重量120公斤，我现在已经可以蹲四下了。这个硬拉之前拉140公斤，我拉一下都在发抖发抖发抖，现在我都已经可以做暂停2秒了。这种看着自己不断在进步的过程呢，真的非常满足充实自律哦。但是当我最兴奋激烈的就是清华开始有力量举比赛了，明年就会正式进入马杯，我们就去参赛，帮我们的院系抢分拿积分了。那其实今天他们办了个小小的，还没正式纳入马杯的，我稍微看了一下成绩，除了66公斤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以外，他好像是拉了220公斤的硬拉，他全系数第一。那如果是按量级我比，我现在量级74呢，我是肯定可以拿金牌的。但是我就想，哇，好好努力看看全系数能不能够拿个牌。所以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每一次更有动力去训练的，就为了明年的清华马杯。到时候我会拍个视频带各位看看参赛的过程啊！啊，所以这一年要更努力的锻炼了。按我现在硬拉的计划呢，我教练和我说，今年突破200公斤是肯定没问题的了。我已经可以170公斤暂停2秒了，硬拉，希望明年会有个好成绩的。所以我现在赶紧去稍微洗漱一下，然后就准备我们的晚餐啦。今天准备煎个牛排和女朋友一起吃。哦，嘟嘟嘟嘟，所以我煎好了牛扒啦，还有个薯条，然后现在就要打开我们的《甄嬛传》，继续一起享受我们的牛扒，然后看剧啦。OK， 那我们刚刚吃晚餐吃到一半的，忽然间我导师就让我上传一些东西给他。然后因为我家那边的网速实在太慢了，所以我跟女朋友就来到一个购物广场这边，来一个咖啡厅这边来做东西了，顺便借用这边的网速上传一下。那现在其实也就晚上6:40多，还不到7点而已，所以先在这里忙到他闭馆这样吧。好，你叫啊。就是这个这一题。看一下啊，这个。